渭南人对于猪肉是真爱，每天必须吃一碗由猪肉制作的热辣红火、香辣过瘾、内容满满的麦子泡。究竟什么是麦子泡呢？它有七个颜色，五颜六色。这个能取下来，它这个下面都会有字号。你看，做餐饮的人，我觉得就应该更加念旧，岁月的痕迹。餐饮文化，咱中国人讲究那个物味调和，综合在一起就是老味道。麦子泡这个过去是代表人勤俭节约一道饭，食粥非粥，食汤非汤的东西。交代你自己来。眼前这位就是渭南市澄城县制作猪肉美食麦子泡非常地道的王军大哥。面粉我自己琢磨，小米我自己过手，凉粉我自己做，把饭做好，做的大家吃的放心，吃的舒坦。行了，这就我的任务。我吃了一次还要吃第二次，行，吃饱不？好了，再见啊。王军大哥是位制作麦子泡的高手，他的小餐馆里每天只制作800个馍，400碗麦子泡，半天就能全部卖完。在澄城县，许多人的一天都是从王大哥家的一碗麦子泡开始的。味道调查员今天要在王军大哥的店里帮忙，探寻他这碗麦子泡的制作秘密。哦，您这生意真好，这么热闹，从西安哦来这儿。哎呦喂，白胖胖的这大馒头，走，小胡上菜喽，来喽，哎，您好，您的麦子泡，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谁要这麦子泡啊？这每天早上都来啊？对，麦子也好，馒头也好。上货了，上货没好辣子，没没。看到大家掰着馍泡到碗里，哈着热气，大口吃着麦子泡，味道调查员被感染了，忍不住要吃一碗。我要开始大饱口福了。好嘞，一碗这麦子泡配2个馍，这里面就是一种鲜香微辣，然后不同的肉类还有素菜结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早上起来吃一碗这个麦子泡，一天干活都能量满满的，真的太幸福了。吃完热气腾腾的麦子泡，味道调查员变身为采购员，跟着王军大哥采购制作麦子泡的食材。可他却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处烧窑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用这吃麦子泡吗？用这吃麦子泡，大小刚合适，盛出来特别漂亮，就是人家客人吃过了，咱自己吃都能够吃饱，实在。能烧出这个福呢，都是很不容易。那行，跟我一块装，装完我拿车就拿走。这就是著名的民窑窑头窑。王军大哥认为，最有地方风味的美食，一定要用本地出产的粗瓷碗盛上，才最够味道。味道调查员也想制作一个粗瓷碗，他能成功吗？手得多沾点水，沾点水，然后两个拇指呢，往进压。往里头压。对，哎呦。哎呦，我做出了一个歪状的一个。可是呢。这算做了一个啥形状？第一次做，这啥都行。哦，这是个啥？盘子。我做了一个盘子出来。咱们这儿烧出来的瓷做吃的味道有啥？啊！我的这个瓷飞出来了，散架了。味道调查员虽然粗瓷碗没有制作成功，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心情。一想到接下来要探寻到麦子泡的制作秘方，他就心情大好。采购好餐具，王军大哥准备回家给家人制作他最拿手的猪肉美食麦子泡。回家了，虎头虎脑姐妹，哎呀我的。地道的麦子泡里有一种食材是红薯凉粉，好的凉粉要口感弹，煮不碎。想制作成功，红薯淀粉和水的比例至关重要，还要花费一身的力气。这个淀粉，这个就是这个品质决定这个水的多少，1:5.5，这么大的碗就这么大的水。一个方向搅，这一锅40分钟一个小时，我得在这搅40分钟一个小时啊，一直不能停的，梅花香自苦寒来，你这咱饭也就功夫不到不好吃，出黏糊的状态了。你现在就要用劲呢，你不会粘锅了，你看，
嗯，它那种胶状感已经变强了。哎，没劲不行。速度放慢一点。啊，它颜色已经变了。速度不能慢。啊，速度再快。哎呀。用劲。用劲。漂亮吧？粘稠度。红薯凉粉在火力的作用下，水分逐渐蒸发，越来越晶莹剔透，颜色也从洁白逐渐变深。碗里面还弹弹的。对。啊，我看到底下锅底起了一层锅巴了。哎，有生乳。来，锅丢丢就是这。锅丢丢就是凉粉底下接的这层锅巴，焦焦脆脆的。哎，有些人应该专门就爱吃这一块，特别就好这一口。是是，感觉贴不动声，再给倒上抹点水。哎呀哎呀。这真的有种把刀给吸住了的感觉。这叫以柔克刚，不要认为软的东西都特别好切。不是好欺负的，咱们这沾了水就好多了。哎，再厚一点。多少人都问我那个麦糍为什么凉粉煮不碎？哦，这切的时候讲究形状了，大块一点。作为当地的网红美食，除了红薯凉粉的诱人口感，麦子泡里当然少不了猪肉的美味鲜香了。猪油和猪油渣可都是绝对的主角。锅里面加一点点水，放大油，它不糊锅。好香啊，那个猪油的香味已经出来了。一般是一斤猪油板油，能出到八两成品油。八两的这个成品油，哇，太香了。出油，然后拿起来，不然它就着了。白嫩嫩的猪板油在锅中吱吱作响，油脂星光闪闪，不断冒泡，微微一压，金光一片。猪油香飘满整个庭院。好吃，好吃啊！要想麦子泡地道，油泼辣子绝对少不了。热油中加入火红的辣椒面，激出辣椒最纯正的辣香味。麦子泡的灵魂，麦子泡的灵魂就是这一勺辣子，猪油辣子，猪油辣子。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四川的辣椒，嗯。甘肃的那个小香，嗯，广西的大香，陕西的厨子，还有咱们陕西的厨子，就调和了，神州大地都是一团和气。啊，咱们祖国物地大物博，嗯，对不对？要相互交流，南北往来，这就吃了这好东西了，就凝聚在这一碗麦子泡里了。是啊，几十年的老勺了。四十年了吧。啊，缺牙齿了，老掉了吧。红薯凉粉、油泼辣子、猪油渣都制作完成。接下来，渭南当地最著名的网红美食麦子泡要开始制作了。先放肉类，先放这个干儿。干儿，按顺序放一下。哎，非常豪爽的这下锅的动作。必须的。放猪血。搅。麦仁。一搅。最好的花椒粉，你看，其实就加了点盐跟花椒面，什么调料都没有。香不香？香不香？油豆腐炸起来，看着特别诱人。这一锅里头，哇，这颜色就更红火了。锅里边，咱们打烊的时间就是年底了，嗯，来的那种出门的回来，我都不收钱。就是游子，你在外你不能忘掉根，落叶还得归根，你那份情谊永远都不能消失。是游子不忘根，同时咱们也给他们一份家的味道。我就说我他们说我就做个家的味道吧。嗯，在火红的汤底中，先放肉类，后放素菜。弹牙的猪大肠，鲜嫩的猪血，吸足汤汁的豆腐，煮不碎的红薯凉粉，还有颗颗分明的麦仁。众多食材汇聚成一碗火辣刺激又味道丰富的猪肉美食麦子泡。循着香味，小朋友们都围拢了过来。香不香？香。这是烧豆腐，来。以后我老了，你会不会给我这样喂饭？会。来，会不会？会。我给这可漏了啊。麦子泡出锅。特别香。其实咱们这一路也在寻找这个麦子泡的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好吃，我觉得更多是这个好吃的味道后边是表达不出来的那种，其实有家的味道。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有肥有瘦，有肥有瘦，有忧有乐，对对对，十有八九厨师就一份满意就行了，对吧？大够喝，大够吃，哎呀。对于游子来说，最惦念的是那一口故乡的味道，一碗麦子泡，麦香与肉香完美结合，色泽红润，浓香扑鼻，味蕾之间感受的温暖就在眼前。